哎呦，不错哦，哎呦，超屌的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 DJ。你现在收听的是 Hit FM 联播网，我是 IU DJ 周杰伦。刚刚的前半段介绍了音效给大家，接下来呢要来点特别的，就是人的声音。我们来听一下第一张专辑的《斗牛》。哎呦，篮球的声音，要跳一下。人的声音，啊、跳一下，随便啊，随便啊，这是我的声音。第一张专辑就有巨炮跟我的声音了、啊。第二张专辑《爸我回来了》，听听看。倪作凯也是巨炮的声音啊。第三张专辑八度空间的半岛铁盒，前面一开场就是在一个书店的感觉，所以我要说的这个环境，我就放了一个铃铛，然后去收这个铃声，那么开门的时候，然后巨炮就会说有没有卖半岛铁盒，有啊，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。哦，好，谢谢。不会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其实有点做作的声音，这就是巨炮。下一张专辑呢，就是已经是第四张的叶惠美302班。这也是他的声音，巨炮，《七里香》这张专辑里面的将军，听一下。你瓦拉祖，你瓦拉祖，北北将军，北北将军，对，这也是他的声音。然后有一个笑声，他的笑声我觉得非常特别，所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《十一月肖邦》里面的飘逸。我这来是帅吧，就在这里来着。这是他的表弟，笑声跟他一模一样。那什么车、啊？藤原豆腐，这车差这么亮干什么？我来问他一下好了，小伙子，你那什么车啊 ？A186啊，怎样 ？A186，挑一下，随便啊。挑一下啊，随便啊。其实跟第一张专辑的《斗牛》台词是故意一样的，这是一种延续。吉他谁教你的、啊？我生下来就会了、啊，你不知道？哎呀，屁呀！这也是巨炮跟我的声音，在依然范特西的红模仿。下一张专辑我很忙，扯。哎、小朋友，你这是玩的什么东西啊？扯铃啊。扯铃？嗯。怎么声音好像不大对啊？什么声音？我说你讲话的声音。下一张专辑《摩羯座的魔术先生》。哎，杰伦啊，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。好，我刚好，我跟你讲，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，要不去听到这边啊、哦，会觉得很感动。虽然是他讲的是笑话，但是我会觉得很感动，就是每一张专辑呢，都用一样的人在做不一样的事情啊。我觉得这是一种团结的力量，就像我编曲老师，我都找一样的写歌呢。歌词就是找方文山就对了，所以跟着我12年的这些歌迷朋友，应该听到这些都蛮感动的吧？这时候呢，找到一面镜子，好，抬头一看，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虾。下一首歌曲《跨时代》的免费教学录影带，天俊啊，要来看吉他啦。玩了一把，来吧，啊，哈哈，那把是琵琶，不是吉他。我是说旁边那把，旁边那把很贵的。你怎么是啊？你因为他的笑声非常的不自然，这就是他的特点。我是巨炮叔叔，你怎么啦？没错，巨炮叔叔自录性情商，自录真好。阳光宅男就会好啦。好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公主病啦。没错，有公主病的这位巨炮，巨炮呢是这个南拳妈妈的第一代组合，然后现在是我的这个演唱会的舞台转身。那他说一定要有他的声音，专辑才会大卖。所以呢，公公偏头痛，巨炮跟文山又演了一出戏。来了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宰了。然后方文山说：“公公，公公，公公。”所以这首歌《公公偏头痛》送给你，巨炮先生。我是个小学家，身上的小酒馆却一直
张扬，再感谢各位乡亲还有夫妇郎，听过半年四年困难我就睡觉，老子我孤独老子老的出轨逍遥，我是大哥大，你说会上当，我说不嘲笑，你说你知道，我是个猪猪，我是个猪猪的心爱，在草丛中长大，对我的依赖，不为追